林总，哎，小柔，林总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拿个文件，公司人都下班了，你怎么还在啊？林总，你交给我的事情我没有办好。哎，今天已经找到了吗？你眼睛怎么？ 下午的时候，我因为大安还有今天的事情有点情绪，说话有点重，你别介意啊。嗯，不是的，林总，是我自己的能力问题才把事情搞砸的。小柔，我教你 say no， 是不希望你受委屈，遵从自己内心，向别人 say no， 不是要你向自己的能力 say no， 你懂不懂啊？ 给你的，你们女孩子不都说，敷个面膜睡个好觉，隔天心情就好了。这是给我的。是啊，本来是想趁没人的时候放你桌上的，没想到你居然还在。谢谢林总。没什么事的话，先进去吧。啊。